就观音山的标志，观音山一年有四次的活动。哎呦，你看看这么有垃圾嘞！观音山导览也做了将近20年了。我每天在那走啊，就像在进山，有时候进自己的心一样。嘿，他的垃圾我就捡。有时候那个游客说：“哎，你捡了什么东西？”我们顺便可以先导一下啊、就我们就是以善导善。是的，我们人都是可以教育的。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志工，我大概做了将近10种，常常会忙得手忙脚乱的，就觉得说太贪了，什么事情都要做，做到自己都起烦恼心。那个100年，我们在水杉在彩排的时候，回来就倒下去了，就没有起来了，就是一直坐轮椅。我们师兄说，一定要到那个观音山去吸空气，所以在观音山上慢慢好起来。那现在就专心做观音山导览，还有跟我们的慈济的志工。谁都没有责，慈济的职工就是做环保啊，做人文飘香啊。没有环保，我就觉得他比较需要人。对对，哎，用干。我觉得在环保，我觉得说更是一个修行的地方。有人踢到铁板就不来了，你看多可惜。不管是说人事的处理方法，你都可以看到，哎，都是我们学习的啦。哎，那老菩萨有老菩萨的智慧啊，对不对？我感恩，我感恩。以前脾气比较没这么好，就是阿修罗，很容易发火。然后师父不常常说，生气是拿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，还有生气呢是修养不够，就是无能的表现。所以真的改善很多。哎，对我们小孩子也说，哎，妈妈，爸爸入了慈济以后，真的变了很多。不然以前是100亿的小孩子，觉得说压力很大。